再来看嘉义县，今仔日是停班停课，在沿海地区的农渔民因为烦恼风灾带来影响，所以呢是趁风雨要未变大之前，赶紧来补强，希望会当减少损失。渔民赶伫风雨之前，伫摆仔顶面详细来做检查。嘉义县沿海的渔民惊风灾带来风影对湖面或者是渔船摆仔造成损害，拢趁风灾还未有影响之前，赶紧加做一寡准备。要买来把把这摆仔包好啊！几只大个啊！普通只拢嘛只平呢，普通足平。啊，就我这含这都拢贵个，皆拢迄落个，本地拢袂摇哦，拢这白塔塔拢袂摇。我是要来看落底啊，今仔要落底啊有旁边啊快看淹起来。除了沿海渔民烦恼以外，顶回受凯美风台造成损失的农民讲，疫情的苦果也未完全复原。即马阁有遮大个风台要来，只会当尽量加强设施，希望减少风雨影响。啊，咱已经有网事啊保护啊，但是相对吼，伊风伤过大哩来，甲雨伤大哩来，会害，爱害迄金箔阁会去扭一个去开去，啊阁会去连根拔起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中台三到二的速度慢，风雨对嘉义县山区甲海区带来影响就会较长。呼吁民众避免去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啊，随时注意风台的消息。爱做好防台的准备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